大师，我真系好有诚意噶。我诚意有卵用咩？啱啱见到你哋，根本太睇小碰瓷，碰瓷唔卵系咁嘅。你冇睇我咁成功，其实我啱啱嘅碰瓷已经筹备咗2个月。无论系车身嘅坚硬度、司机嘅性格、司机返咩工，全部都系我掌握之内。你哋嗰啲叫横过马路，我呢啲先叫 最惊系自己对自己失望，我陪你嘛。 冇曬啊！